特别的邀请，就咱兄弟的好朋友啊，这是咱的吴东彦吴大哥。安排日本歌曲《爱你离婚》，共同来做欣赏，谢谢。大家好。これまで愛して。东彦大哥鼓励一下吼，哎呦，今仔真正一个日本人咧唱日本歌，这阵拢帅哥哦，哦，而且这阵都系帅哥哦，拄只人阮东彦大哥出来时阵有尖叫声咧，哎呀，搁休一遍哦，东彦大哥，吼，我真安尼拄着迄查甫比主持人较红的咧，拄只人阮哥哥吼，伊私底下都咧甲咱讲，伊讲哦，我看起来亲像啥？怪物，怪物吼，像那亲像怪物。我今年初开始看天良电视台，是看到现在怎么好像越来越像小孩，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水哦。无啦，因为哥哥，我知你今仔要来唱歌，我特别保持我的身材，特别保持我的体格。透早六点就起来摔倒咧，对，他们不来求的啊，知你要来，你爱滴的啊，我跟你说有滴来。无啦，我唔知大哥甲伊求的啊，滴的你咧，大哥你甲伊求么，还是点么？你安尼问哥哥会歹势啊？这我来讲得，你蛮讲，你讲话感觉怪怪啊咧。不过谢谢咱大哥吼，为咱年初一直甲咱当作支持的告亲嘛，谢谢大哥，要帮我们介绍一下。这几位好像都不曾看过呢。嗨，有是不是？我是建良啊，建良带我来的。哦，建良哥哥哈，谢谢谢谢。我又他又带阿嘎阿嘎，我又带我朋友。哦，你又带你朋友？我朋友，我几乎每个
月来都会带新朋友。哦，每个月都会带新朋友哈。我的朋友也会带他朋友来。哇，谢谢你们呢，多谢咱所有帅哥哈，拢安尼甲咱倒车过来，然后带了很多的新朋友过来。不过我今仔吼，哦，就是看到帅哥啦，不过今仔精神真好滴。规个精神蛮好个安尼。黄昏四点我都要度过啊，你知道？看到烟斗的全部拢清醒起来。你上个你一个机会，你一个机会啦。我可以站你旁边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是不是？我可以站靠近一点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是不是？好，来来，咱徛较歪咧，徛较歪，难得有这个机会哦。一二三，耶！哇，谢谢大哥，谢谢我们的大哥哦，谢谢，谢谢，多谢我们的东燕大哥哦，从今日做新朋友过来，谢谢。